黄庆云，《我的文化大革命》第二章，到干校去。中的生活。到了集训班，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，一切都是为了武器干校做准备。这新的生活从早晨就开始，操场贴有毛主席像，武器战士们每天要对着毛主席像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请示和汇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就是排着队对着毛主席唱歌，歌呢有两首，一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另一首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。每天三顿饭，饭前也要唱同样的歌。接下来作者把两首歌的歌词都写了出来，我在网上也找到了这两首歌，把它转录下来。作者继续写道，令我出乎意外的是，在这儿我竟然与我的丈夫周光明相遇了。之前他是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押到警司里扣押起来的。我们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，我在我们革命干部队伍中，他在他的牛鬼蛇神队伍中，两行队伍相距只有咫尺，这咫尺却比天河还阔。岂止不能片语传情，连目光也不敢相互交换。我唱的革命歌曲，他唱的是牛鬼蛇神之歌。我向毛主席请示，而他却向毛主席请罪。我睡的是一般的集体宿舍，而他睡的却是上了锁的牛棚大楼。人间天上，天上人间，此时此地，即使只有几分钟的遥望，对我已是意外的惊喜了。集训的生活就是中子的生活，军事化又加上中子当头的生活。步操的时候，要按照革命口号“伟大领袖，伟大救星”那么两字一顿，还要配合革命歌曲跳中子舞。歌舞不及格还要受批评，
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做中子牌，要把一块七八尺见方的木板磨得平滑如镜，上贴毛主席像，下贴一个中字。这个中字随时候命，到出巡或有什么集体行动的时候，陪同小小红宝书左右挥舞，平常就放在枕头上。总之就是要把革命气氛搞得浓浓的。我们小组里造中字牌的时候差点出了意外，有一个队员的中字牌上的毛主席像上给擦了一块，于是逐人检查，人人举报，后来发觉是胶水不够牢，这个中字牌的作者才幸免于损害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这个罪名。而我心里却有点想不通，人们的枕头上面，那该是放置领袖头像的地方吗？